房间土石流什么意思？哎，就是他们的房间就是一场灾难。哎呦，有要到人家会吓到什么？我们家就是地板我比较不会拖，然后比较多灰尘，然后跟头发，我比较会掉，我很会掉头发。所以说你家去就从客厅走到你房间会留下脚印那种的，就都灰尘。会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不清？没有，小时候住沙漠，习惯啊。嗯，你多久打扫一次房间？就是真的，我如果真的呼吸到有灰尘的时候，我才会。那是蛮严重，呼吸到灰尘，你还讲讲的是什么程度？因为我们家只有13坪啊，然后我回到家，13坪其实蛮大的。你跟谁住？我自己一个人住，一个人住13坪 ，OK 啊，算不错啦，很寂寞，家境算好的啊。没有，是自己住，很寂寞哇。其实我跟立冬住很近哦，但是我都没有见过面，就是听说很。可惜，节目上有见啊，牵拖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一定有啊。哎，离家很近的，还有寂寞，就多大的暗生的，而且又觉得可惜，怎么办？什么意思？我本身灰尘也很多的。来，瑶瑶家来，欢迎瑶瑶。我们今天来到一如往常的瑶瑶家，然后呢，就我认识她来说，就是一个漂漂亮亮、干干净净的女生。那其实我也蛮好奇她家到底长什么样子的。Hello， 您是国光帮帮忙的突袭，可以等我一下整理一下吗？没有办法。来，要多久吗？不用不用，因为也蛮脏的。还是你要稍微介绍一下你家？其实呢，这边就是我的一个书画台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蛮干净的，你看我们直接看。等一下，上面这是什么？绝对是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。没有，因为我跟你说，这地方不常在家，平常很干净的。平常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，真的是很干净。哎，你真的跟你在外面的样子差很多哎。哦，这个其实是……哎，我以为男生一个人在家才会有这种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的证物袋。对，然后大哥就是大哥袋，对，要受苦了。他这是怎样？没有红衣服，没有这个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……而且这也太黑了吧？没有，是今年的。这一看就是脏啊！没有，其实这个才2个礼拜没洗而已。上面都灰尘，大哥你闻一下，给大哥闻一下，见证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，已经泛黑的内衣。OK，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。好，你不要再偷收了。好。哎，这也太恶了吧！你我真的想吐哎！哎，这蛋是怎样？你有冰箱不放，为什么你要放在这里？放在那边比较好打蛋哦。啊，这放多久？放半年。我靠！不是啊，蛋会有过期这件事吗？对吗？而且蛋要冰。蛋会有过期这件事吗？我们来打一颗。还好啊，很正常啊。我要打一下吗？哦，很冷。蛋有个臭掉的蛋吗？我好像。你蛮新鲜，不会臭的。真的不会错 ，OK 啊？这是怎么长大的？来，大家看放了半年的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已经在你家大致走完一圈了。是要检查的吗？我最后我觉得大家都有穿鞋子，那应该是检查手吧。那你的脚是怎样？还好吧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留给我们大哥回去棚内评断一下到底几分好了。那我们就回棚内喽 ，Let's go。哇，我现在知道哈，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拍照都离自己很近，要挡背景。对，因为背景是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因为只要稍微一动，全部都是乱，是垃圾。然后我瞧一个完美角度，他们几个拍都是这样，是大家就到肩膀过一点的这样。你还算跳舞，还算哦，对，跳舞他都仰拍，因为他衣服，他衣服都这样子对吧？对，角度不对就。要来，哇，立来。你不知道蛋会坏掉、啊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的蛋就是生出来，鸡生出来嘛，然后就放在，就是我们买回去，然后它没有过期啊，然后你就是打开的时候才算开始算期，你懂吗？什么？我叫做扭蛋啊！那颗蛋，鸡蛋，嘿，那个 bagel 才可怕，它面包放2个礼拜了。
对啊，哇，那已经发霉了。哦，还说蓝莓起司的 bagel。OK， 那个你傻眼哦。你多久洗一次衣服？我的衣服都是沾到东西我才会洗，然后内衣的话就是3至2个礼拜，2至3个礼拜。因为我不会流汗啊，所以是乳香世家，对不对？你打我，我跟你讲，我有小 baby 味道，你打我，我的内小 baby 味道是香的哦。来，把他东西拿出来吧。好，来来来，应该很 OK， 很 OK， 没有很 OK， 就是我这你看，我看你们都不觉得你们家里有这么脏乱，你看你们衣服都干干净净的啊，你看鞋多漂亮，指甲刷修那么好，我的天哪！你先从这个好了啦。这什么啦？这是他刚刚那个夹链袋里面放的那个用过的那个化妆棉。化妆棉。这个应该是要丢掉的，不是？没有，这个可以重复使用啊。重复使用。重复使用。可是他的随身垃圾袋。对。这个怪怪的。这个是手套。不用，没有那么脏啊！我帮你打开。好，我已经开了。我帮你。鼻子好痒，哎呀！我跟你讲，他们一定都比我还脏。女生每天要擦粉的，这粉底液。其实我身上这件衣服是，三个月前露营的时候穿的，然后我今天再拿来穿。那个中间没有洗。哇，你好念旧。其实它这个是香的，这个应该是 OK 啦，这个算。这个 OK 啦。只是要赶快丢掉。里面是很香的，这不是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是味道的问题，细菌。他敢讲我？还有，我应该是看到一团会不舒服，就是他就是乱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会讲吗？因为他家细菌都看得见的，这样走出来。细菌养到多大？尤其这个啊，像这种棉美妆蛋，嗯，这个一定，这个要真的要保持干净。如果说你这个保持不干净，你脸部会那个长那个包子，会烂掉。嗯，好，那这袋丢掉好了。好不好？这袋马上丢掉了。请问这卫生纸是干什么的？哦，就是我属于比较干净型的，所以我用完干净，我用完以后我会拿个卫生纸，像这样子，我可能擦完以后我就这样把它包起来，这样。你是在做饭团？然后这是，然后拿去微波炉哦。卸妆的那个卸妆棉，卸妆棉，哎，你懂哎，这是卸妆棉。我们也有在化妆，懂哎。OK， 好，这个还好了，这个超级香的，这超级香。它本来是。跟那个你的衣服一样摆的变成灰色，对，你看啊，变灰色，但是原本是白色，本来是跟这个一样摆的，对，那个超可怕的，把它拿出来，戴手套，这要戴手套，戴手套，来，立冬来，你拿，你自己可以拿吧，我可以，你戴手套干嘛？你自己戴手套干嘛？你自己拿，你的，这是那个不是我。超级香的，我先给你。你这手棒合金哦。不是，因为他有没有觉得我那个？哦。假他，这是香的。哎，是香的，是哪一种香？这是乳香吗？乳香世家。这是体味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。这个不是体味，就是那个一个粉的味道。对。就女生会擦那个粉。哎，没戴手套。你居然接受了。你在读书是不是？日理万机，打开课皇上页，皇上是不会臭啦。这什么味道？皇上，这是 motel 的味道啊，就是一种香味啊。这是我在师大夜市买的，然后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这个香味啦，什么红包袋。红包袋啊，很气闻，真的是红包袋味道，红包袋味道啊，有，哎，真的是红包袋，啊，认真是红包袋，来，拜年了，是红包袋味道，所以有在唱红包袋，真的，我这个在师大是买完都没有穿过，所以说我们知道了。就是以后呢，他的红包都会藏在这里。他是这样发红包的。对，红包袋味，好，有好，没味道，但是视觉效果。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好了。